第十一章太空激战。黑色飞碟宇宙飞船化作一道流光，迅速地冲破地球大气层，进入外太空。宇宙飞船的控制室中，罗峰面无表情地站在那控制台屏幕前，在他的身后侧则是站着他的奴仆强者迪范。他们二人身上的合金战衣在控制室的光线照耀下反射出其特有光泽。他们大概要多久到？罗峰对着控制台屏幕说道。屏幕上出现的小恶魔头像，以那艘第三级宇宙飞船保持的速度，大概要8小时49分才能抵达地球。8小时49分。罗峰微笑道，那我们就迎上去。是。整艘宇宙飞船立即开始进入加速模式，虽然宇宙飞船的加速度非常惊人，可是因为飞船内部的自动引力调节系统，使得宇宙飞船中的引力一直是保持着一个单位的地球地表引力。宇宙飞船朝太阳系之外方向飞。而诺兰山家族的前一任族长德温和诺兰山最优秀的弟子白卡罗，他们乘坐的第三级宇宙飞船则是朝地球飞来。二者距离迅速在缩小。第三级呈流线型的斧头形状的宇宙飞船控制室中。师兄，你通知老师了？全身罩在黑袍下的白卡罗冷声道。是的，祖祖知道我们抵达太阳系，非常开心。德温那俊美的脸上浮现一丝笑容，祖祖还说他会一直保持在线，在那虚拟宇宙网络上等我们的好消息。白卡罗点头。爹，刺耳声音在控制室中响起，顿时令德温脸色微变。警告，导航探测系统发现一艘宇宙飞船正在朝我们飞来。响亮尖利的声音回荡在控制室中。什么？德温脸色大变。宇宙飞船？白卡罗也震惊了。宇宙太过浩瀚，以宇宙飞船那种体积，在太空中如果距离太过遥远的话，就跟尘埃一般，白卡罗和德温根本无法通过肉眼在千万公里外发现那艘直径百米的飞船。飞碟状宇宙飞船的控制室中，罗峰冷静地看着眼前的控制台屏幕。轨道炮启动。罗峰说道。明白。屏幕上的恶魔巴巴塔连开始启动。顿时整个宇宙飞船船体的正前方上侧，飞船表面有着一层能量罩，而在能量罩下，那合金构成的船体表面自动凹陷，露出一条银灰色足有6米粗的狰狞的炮管。炮管缓缓朝前方伸出，直接伸出了船体能量光罩之外。嘟，炮管管口产生细微变化，在管口深处隐隐有着一丝光，且周围空间隐隐扭曲似的。能量启动，倒计时60 59 58 57 10 9 8 7 3 2 1。启动完毕。声音从控制台中发出，回荡在控制室中。巴巴塔，抓住机会一举轰掉它。罗峰下令。哈哈，交给我吧。屏幕上的小恶魔得意非常。轨道炮。这是罗峰为诺兰山家族人马准备的礼物之一，因为事先早早探测知晓是一艘第三级宇宙飞船。所以这两年来罗峰花费一笔巨额数字的财富 ,26001 亿宇宙币购买到了一尊第五级的轨道炮。第五级轨道炮。因为只要达到 C 级的科技武器就属于限制级了。一般渠道很难购买到。并且科技类武器价格还会非常的夸张。虽然通过即将到来的拍卖会购买这种科技武器价格可能低点，可罗峰等不及了。所以他透过很有背景的超级公司奇物斋，花费2600亿宇宙币买了这么一尊第五级轨道炮。一个星系比如银河系卖价能达到2600亿宇宙币就不错了。由此可见罗峰耗费金钱之多。这还是罗峰曾经在奇物斋进行过巨额消费，这才令奇物斋愿意帮罗峰搞到这一尊第五级轨道炮。若非之前的巨额消费，这奇物斋根本不会帮罗峰弄这种限制级武器。这巨额消费就是罗峰为修炼本尊天地购买的那些无比珍贵的材料。为了购买那些材料耗费的金钱可比购买第五级轨道炮多得多。许多金角巨兽到死本尊天地仅仅修炼到第一层，可见修炼这本尊天地代价之高昂。金角巨兽一般都是界主巅峰，且有三个分身。所以罗峰能够通过人类世界购买那些材料，这金角巨兽当然懂得弄出人类分身，然后在人类社会去购买金属。以其界主巅峰实力，财富何等惊人，可一般也就仅仅修炼成第一层。本尊天地修炼是让金角巨兽身体得以缩小，筋骨密度肌肉密度等等急剧增加，令其实力得到飙升。一般越是幼兽修炼反而略容一点。就跟人类小孩柔韧性容易锻炼一个道理，越是强大的肉体想要缩小难度越大。所以宇宙级的金角巨兽修炼起来其实门槛要低一点。可就算这样，要完全修炼成第一层所需要的大量珍贵材料，罗峰依旧还欠缺两种。这些材料真的很昂贵且无比稀少。罗峰在奇物斋为购买这些珍贵材料的巨额消费太多了，
所以齐无斋当然无比重视这么一个超级大客户，所以才愿意帮忙弄到那么一尊第五级鬼道炮。鬼道炮发射，控制室中回响起巴巴塔兴奋的吼声。星空中，那艘第三级宇宙飞船已经发觉黑色飞碟宇宙飞船不断的逼近，是一艘 C9 级宇宙飞船。德文眉头微皱，能甩脱吗？主任，我们是飞向地球，它从地球方向飞来，不管我们怎么改变方向，他们也能轻易的逼近我们，我们无法甩脱他们。控制室屏幕上传来智能光脑的声音，而且我们要改变速度也是需要大量时间。一艘宇宙飞船虽然能够达到光速，可那是经过长时间不断加速才最终达到光速这个元宇宙中极限速度，而要侧向加速或者减速等等是不可能瞬间加速太快，这就令对方很容易逼近。如果我们不去地球就可以甩掉它，智能光脑说道。别管那艘飞船，白卡罗冷声道，一艘 C9 级宇宙飞船影响不到我们，这艘飞船应该是那罗峰麾下的。德文皱眉道，现在恐怕他们已经知道我们到来了。祖祖是命令我们悄然得到机械族飞船的，既然已经发现就没必要隐藏了。白卡罗冷漠道，继续朝地球前进。白卡罗、德文二人刚刚争执结束才几秒钟，轰，一道肉眼难以察觉的轨道炮冲击波在星空中留下一丝空间波纹，便以光速瞬间击中这艘第三级宇宙飞船。在毫无防备之下，在这光速的轨道炮下，这艘第三级宇宙飞船的导航探测系统信号传输也仅仅是光速。第三级宇宙飞船在接受到探测信号的同一瞬间，轨道炮轰击就轰在宇宙飞船上。噗，这艘流线型的巨型斧头外形的宇宙飞船瞬间从侧部被撕裂出一个大的洞口，横穿整个宇宙飞船的腹部，并且从另外一面侧下方穿透而出。这领还保持高速飞行的宇宙飞船瞬间整个断裂开来，大量合金残骸朝四面八方迸射开去，令太阳系的这片星空中多出很多宇宙垃圾。那包含控制室的一节飞船残骸中迅速飞出两道人影，悬浮在太空中，正是德温和白卡罗。怎么可能？德温眼睛瞪得滚圆，都被炮击了还有什么不可能？黑袍中的白卡罗怒喝道，超过第三级的光速远程武器，这绝对是限制级的，论价格能媲美五阶念力兵器、原力兵器，就算是借助强者一般也舍不得浪费金钱购买性价比不高的地级轨道炮。德文连摇头，一脸难以置信之色，地球上怎么会有借主都舍不得买的地级轨道炮？地级轨道炮对借主而言虽然能买得起，可却很少买，因为借主随手一击威力即可超过地级轨道炮，而没借主实力买得起地级轨道炮的又极少极少。不可能的，德文脸上满是焦急之色，别烦这些了，没有宇宙飞船我们要飞到地球都要大半年。白卡罗传音冷声道，轰隆隆，远处一道流光迅速迫近。德文，敌人来了，白卡罗连传音喝道。嗯，德文抬头看去，只见一艘黑色飞碟状宇宙飞船迅速压迫而来，可是诡异的是这艘宇宙飞船不断减速，最后就在距离他们仅仅数百公里的位置停了下来，同时那艘飞船的舱门自动开启，一道人影从舱门中迅速飞出，朝他们急速飞来。数百公里，对方眨眼即到。这是一个穿着黑色战衣、光头厚嘴唇、看似淳朴的男人。好快，德温大惊。轰隆，一弯银色刀光破空袭来，速度快到仅仅宇宙级六阶的德温来不及闪躲，眼睛惊恐地瞪得滚圆。扑哧，爆头。诺兰山家族第二代族长德温诺兰山陨落，银色刀光速度几乎不减，直接掠向黑袍人白卡罗。第十二章刀锋族，无声无息的白卡罗身上的黑袍宛如流水迅速地融入其体内，露出了白卡罗那彪悍到狰狞的身躯。他穿着一套青色合金战袍，战衣呈鳞片结构，一层层鳞片叠加，而他脸上则是布满青色鳞片，连头上也没有一根头发，而是青色的头皮，其额头是一略带弧度宛如弯刀的尖角，全身从头到脚全部是青色，他的背后则是背着两柄交叉的战刀。枪，闪电般的横移产生迷梦幻影，同时手中战刀瞬间就劈在了那银色刀光上，直接将银色刀光给劈的速度锐减。宇宙飞船控制室中，通过外景虚拟令罗峰能清晰看到二人的交手，当白卡罗露出真面貌的时候，罗峰也被吓得一跳。刀锋族，飞船控制台屏幕上恶魔巴巴塔惊呼道。刀锋族，罗峰惊讶道，对，是刀锋族，这个人应该就是诺兰山麾下最强弟子白卡罗。屏幕上小恶魔蹦跳着说道，虚拟宇宙网络上有很详细的刀锋族资料。刀锋族是一个非常崇拜强者的民族，在最早先的时候
刀锋族星球是一土著星球。可就是这么一个土著星球，当宇宙文明国度发现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颗土著星球上竟然有一位域主，十二位宇宙级刀锋族族人，只要成年就能达到行星级。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星球。就是因为没有发展科技，他们没有宇宙飞船，所以刀锋族一直在他们的家乡星球。而随着融入宇宙，刀锋族迅速崛起。刀锋族在没有融入宇宙之前，就有冒险历练传统，每一个成年族人都会在星球上闯荡。而踏入宇宙后，每个成年的族人都会进入宇宙闯荡，进行生死历练。刀锋族人几乎不求权势享受，他们个个追求强者之路，或是拜入超级强者门下，或是加入某势力去学习秘法，这令刀锋族中涌现出不少超级强者。在刀锋族的历史上，不朽存在、界主都是有的。所以刀锋族在宇宙人类族群中也算很有名气的一个种族。巴巴塔详细介绍道。哦，罗峰有些惊讶。成年级行星级在人类族群中不算多么强的血统，可刀锋族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名气，就是性格。巴巴塔连道，因为他们那种坚毅努力追求变得更强的信念，这种骨子里的信念，所以才诞生那么多强者。罗峰惊叹刀锋族的同时，那星空中宇宙级九阶强者迪范正和白卡罗杀的无比疯狂。迪范站在星空中遥控念力兵器，而白卡罗周围环绕阵阵青色狂风，令白卡罗的身影变得无比模糊。他的两柄战刀已经快到极致，融入到那狂风领域中，形成了连绵不绝的刀浪。枪枪枪，那弯弧光和一道道雪白刀光接连撞击，这令迪范的脸上露出一丝金色。眼前这个刀锋族男子显然只是宇宙级八阶，可竟然靠着两柄战刀硬是挡住他的念力兵器攻击。白刀，白卡罗狰狞喝道。轰隆，大量雪白刀光重叠，形成了滔天的刀光巨浪，瞬间淹没迪范。随着砰的一声，那刀光巨浪崩塌，迪范也是脸色苍白。白卡罗露出一丝金色，竟然挡住他的绝招。这家伙，迪范瞳孔一缩，低喝一声，魂刀斩。无形念力瞬间化为一柄肉眼无法看到的刀，迅速穿透进入那白卡罗的识海。噗，白卡罗双眸中眼神微微一暗，随即亮起，死死盯着迪范。竟然挡住了，迪范震惊无比。宇宙飞船中的罗峰也忍不住惊呼出声，竟然挡住了。罗峰眼睛一亮，这白卡罗是真正的天才，宇宙级八阶能够靠两柄战刀硬抗宇宙级九阶的念力兵器，这本来就很了不起。不过对此罗峰只是赞叹，并没太多震惊，因为迪范在念力兵器上本来就不擅长，他擅长的主要是灵魂攻击，更修炼魂刀斩秘法，虽然只是略有点苗头，可那威力已经很惊人了。宇宙级九阶精神念师施展魂刀斩，竟然被一名宇宙级八阶给挡住，惊人的意志。屏幕上小恶魔兴奋喊道，他的意志太惊人了，这白卡罗是宇宙级八阶武者，也是宇宙级八阶精神念师，可是敌犯的魂刀斩威力极大，同阶对手都很难抗下，可是他竟然能抗住。意志，他有无比惊人的意志。小恶魔连道，罗峰快用奴役魂印将他给收下，这绝对是比敌犯还要优秀的奴仆。收下，罗峰一怔，每一个奴仆必须无比慎重，我敢肯定他绝对是巨斧武者称号水准的，就算跟他老师比，同级同阶情况下，他老师诺兰山都不一定是他对手。恶魔巴巴塔吼道，他的领域高，刀法强，这些都不算什么，可他意志无比惊人，说明他的决心非常强，他绝对有成为超级强者的潜质，只要你好好培养，罗峰机会难得。巨斧武者称号水准，踏入狱主都有 50% 概率，更何况他这么惊人的意志，加上我们与墨星一脉的秘法等，踏入狱主更加有把握。巴巴塔喊道，而且你也缺一个武者奴仆。罗峰微微点头，迪范更擅长灵魂攻击，自己麾下是缺一个武者奴仆。星空中，你的精神攻击很强，白卡罗双眸幽冷，咬牙喝道，可是最终赢的会是我。轰，伴随着一道狂风，白卡罗身形飘忽地划过一道弧线，身体周围环绕着青色狂风，而后两柄战刀近乎疯狂地直接劈向敌犯，战刀中蕴含的原力、力量、意志已经达到一种无比高的完美契合程度。刀轮回，白卡罗双眸中有的竟是疯狂，两柄战刀化作两道雪白刀光，刀光疯狂地朝敌犯倾泻过去，一道道雪白刀光不断累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光轮，巨大的光轮滚动着一次次压向敌犯。噗，念力兵器崩飞，敌犯吐出一口血，双眸中掠过一丝怜悯，
施展出了他主人罗峰为他准备的最强绝招。砰，一道深蓝色流光瞬间撞碎那巨大的光轮，直接令那有大量刀光组成的光轮崩溃，这也令深蓝色流光略微反弹，这是好似残缺的刀刃碎片噬混同母残片。这枚锋利的残片划过一道弧线，略向白卡罗。饶他一命。一道声音在敌犯识海中响起。魂印植入灵魂，是令罗峰、敌犯彼此灵魂有所联系，可以直接意识交流，就犹如智能光脑和人类交流，也好比魔云腾可以和罗峰意识交流。噗，深蓝色流光飘逸划过一道弧线，瞬间切割白卡罗的一双手，手断，战刀落。星空中一片寂静，远处的飞船残骸飘落，那宇宙级强者德温的尸体还在远处星空中漂浮，可是白卡罗却是愣愣站在星空中。毁掉他的智能光脑，罗峰命令道。呼，深蓝色刀光直接劈在白卡罗的护臂上，直接轰碎那智能光脑，而白卡罗却是盯着远处的敌犯，低沉传音道，你为什么不杀我？是我主人命令我的。敌犯看着他。主人？白卡罗眉头微皱。远处的飞碟宇宙飞船舱门开启，一道人影迅速破空飞来，正是穿着魔云战甲的罗峰。罗峰？白卡罗瞳孔一缩。白卡罗，你输了。罗峰看着眼前的白卡罗。白卡罗虽然的断腕处血肉纠缠正在缓缓生长，他本人却是死死盯着罗峰，显然白卡罗是意识到这次他输了，输得很惨。没想到你竟然有宇宙级九阶的仆人，我的老师也没想到，甚至于你还有地级的远程光速武器，我输得不冤。白卡罗冷笑一声，罗峰，要杀就杀吧，你这仆人在，我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在这星空之中我想逃都逃不掉。茫茫星空，他没飞船怎么逃？我很看好你。罗峰看着白卡罗，我现在给你两条路，一个是臣服我，一个是死亡。臣服或者死，你选吧。罗峰看着他。臣服？哈哈，白卡罗大笑起来，罗峰，你在说笑话吗？就你一个恒星级的小家伙，竟然想让我臣服于你。如果是那个光头，他让我臣服，我还会考虑考虑，因为他实在是强，最后一招轻易击败了我。可是你恒星级的小家伙想要让我臣服？白卡罗摇摇头，想清楚再回答。罗峰声音愈加冰冷，一旦你拒绝，那就是死亡，你死了一切成空，你的追求，你的强者梦，一切都没了。最后问你一次。罗峰声音冰寒，死亡还是臣服？罗峰盯着白卡罗。第十三章，罗峰的强大，星空浩瀚无边际，三道人影就这么站在星空中。罗峰，你真的要杀他？巴巴塔声音响起，他绝对有成为超级强者的潜质。哼，他有骨气我佩服，可我还不至于舔着脸去哄他。他来杀我，本来我就该杀死他。罗峰表情冷漠，我欣赏他，就给他臣服机会。可如果他不识相，大不了将他给杀了。超级强者潜质，别说有潜质，就是超级强者，如界主，如不朽，浩瀚宇宙中都有很多。罗峰看着白卡罗，等待白卡罗的答复。白卡罗站在太空中，眉头紧锁。一旦你拒绝，那就是死亡，你死了，一切成空，你的追求，你的强者梦，一切都没了。罗峰的话在白卡罗脑海中回荡，令白卡罗不由自主就回忆起这些年来奋斗的岁月。那颗美丽的星球，他的家乡，那条宽广奔腾的河流，在他梦中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爷爷，我走了，当我回来那天就是我名列圣殿的那天，我会让我们铁石山一脉为我骄傲的。那个昏暗的傍晚，年轻的白卡罗告别他的爷爷，踏上了远行的路，离开家乡，进入宇宙，在一个个星系中流浪，他的实力不断提升。而曾经看到诺兰山在巨斧斗舞场中的战斗视频，令他慕名拜入诺兰山门下。诺兰山是绝对的实战派，从一开始门下弟子就要生死战斗，白卡罗非常刻苦拼命，很快成为众多弟子中最优秀的，突破到宇宙级，拥有领域，自创刀法，一路提升，甚至于后来他的老师诺兰山也无法指导他，他的战斗经验技巧等已经丝毫不下于他的老师，成为诺兰山家族中地位仅次于诺兰山的存在。他却从来不去享受，他一直罩着黑袍，全身心研究他的刀法，研究领域，圣殿，我刀锋族的圣殿。白卡罗心中低吼，我白卡罗一定要名列我们刀锋族圣殿，我要让我们铁石山一脉因为我而骄傲，我会成为刀锋族铁石山一脉的传奇。刀锋族圣殿，所有刀锋族男儿最梦想的地方，名字永久刻录在圣殿，这是他们最大的骄傲。然而想要刻录在圣殿非常艰难，随着刀锋族强者的一一涌现，
这名列圣殿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土著星球时代，宇宙级即可名列圣殿。刀锋族踏入宇宙后，很快提高到狱主才有资格名列圣殿。而在数亿年前，就提高为界主才有资格名列圣殿。整个刀锋族也是要过很久，才会有一个名字镌刻上去。这是刀锋族族人最荣耀的时刻。名列圣殿会被称为刀锋族的传奇。名列圣殿，成为传奇。白卡罗抬头看着眼前的深红色战袍青年。考虑好了吗？罗峰看着白卡罗，目光清冷，臣服还是死亡？呼，白卡罗单膝跪下，膝盖跪在虚空中，低头，刀锋族白卡罗拜见大人。大人，罗峰眉毛一掀，等大人你的实力超过我，我会甘愿称呼大人为主人。白卡罗恭敬道，而现在我愿为大人麾下一士兵，一保镖。士兵，保镖？罗峰饶有兴趣笑看着白卡罗，你现在就可以称呼我为主人了。白卡罗眉头微皱，哈哈，罗峰在宇宙中大笑。轰隆，罗峰消失，同时一连绵起伏，好似山脉的巨大怪兽出现在星空中，它的鳞片比普通人的饭桌还大，鳞片边缘更是锋利如刀。整个怪兽的身躯长度更是达到惊人的6公里多，四个蹄爪足有2-3公里高，就仿佛传说中的天柱一般。那一条长长的尾巴在星空中微微甩动，巨大的头颅好似一座山，那一双暗金色眸子俯视着小不点白卡罗。惊，白卡罗瞪大眼睛，金角巨兽。对，是我。恢宏的声音在强大原力灌输下直接击穿虚空，宛如波浪一般传递开去，回荡在白卡罗耳边。轰，金角巨兽消失，罗峰出现，似笑非笑地看着白卡罗。轰，罗峰消失，无比庞大的金角巨兽出现在星空中。你明白了吗？金角巨兽声音如雷，双眸射出2道光柱，照耀白卡罗。虚空中按理说无法传播声音，可是那无比强大的原力就是传播介质，凭借金角巨兽那浮散的强横的原力，声音在周围星空回荡。你是？白卡罗震惊无比，原来罗峰是金角巨兽，准确说金角巨兽是罗峰。金角巨兽消失，罗峰站在星空中看着白卡罗，之前罗峰就命令敌犯毁掉白卡罗的智能光脑，就是为了这次现身，金角巨兽的保密非常重要，自然不能大意。至于让金角巨兽现身，就是为了施展奴役魂印。竟然是这样，白卡罗震惊无比，随即看着罗峰，你会比我强的，我承认，可现在那金角巨兽应该比我弱吧？比你弱？罗峰笑了，白卡罗，连我也不是主人的对手。你只有被虐待的份。旁边的敌犯吃笑着念力传音。什么？白卡罗连摇头，不可能，你试试就知道了。罗峰咧嘴一笑，轰隆，罗峰消失，星空中再度出现那金角巨兽。现如今的金角巨兽的确达到了宇宙级6阶。2年前的12月份，金角巨兽突破到宇宙级。而现在是10月底，过去了整整20个月。这20个月内，因为拥有着巨额财富，所以罗峰当然是购买无比珍贵的金属，使用最佳组合让体内世界吸收成长。不过宇宙级的最佳组合进化效率只是提高到56倍。56倍。20个月相当于正常进化93年多。金角巨兽在恒星级的时候，1阶到3阶需要1年半，4阶到6阶每个突破要2年，共约6年，7阶到9阶每个突破要12年，需要36年，而9阶突破到宇宙级需要超过50年，整个恒星级阶段大概持续近100年，而宇宙级阶段则是持续近1000年。1阶到3阶需要约15年，4阶到6阶每次突破要20年，一共需要60年，7阶到8阶每个突破要120年，一共360年。最后从宇宙级9阶突破到狱主需要超过500年。这就是进化速度。而罗峰凭借最佳组合相当于正常进化93年，令现如今金角巨兽已经成长到宇宙级6阶阶段。作为天赋无比逆天的金角巨兽，在恒星级7阶时就有独立杀死恒星级9阶人类武者的能力了。星空中，宛如一座黑色山脉的金角巨兽猛地一挥蹄爪，蹄爪上的一根根利爪就仿佛一柄柄巨型战刀直接劈向白卡罗。呵，白卡罗低吼一声，周围青色气流舞动，随着他的原力灌注，两柄战刀都化为2道足有数10米长的雪白刀浪，直接硬抗金角巨兽这一踩踏。轰，气浪炸裂，强烈的冲击化为惊人的冲击波潮，4面8方波及，将那远处的德文尸体都震得抛飞起来，宇宙飞船残骸很多都被震得乱飞。你是不错，金角巨兽声音轰隆，宛如神灵。轰隆，金角巨兽的3根尖角发出刺眼光芒，
随即金色流光迅速沿着那些奇异的金色密纹开始流到金角巨兽全身，它的鳞甲、翅膀、蹄爪、尖角、尾巴都发生着细微变化，连鳞甲似乎都更加密集了一些，蹄爪刀锋更加锋利。三大天赋之一，强化。金角巨兽实力瞬间飙升。轰轰轰。只见四个宛如天柱的蹄爪一次次踩踏下来，在强化状态下，那无比强横的冲击力令白卡罗根本无法正面抵挡。呜、哦。金角巨兽发出兴奋的一声低吼。嗡嗡嗡，金角巨兽全身出现奇异的波动，无比诡异的是，它全身正在迅速的缩小，全身每一片鳞甲都在缩小，在缩小的同时，鳞甲本质上似乎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它的骨骼也在迅速缩小，原本足有五六公里长的脊椎缩短，缩细到两三公里长，密度的急剧增加令脊椎骨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头部那三根尖角也在缩小，密度更大。是的，整个金角巨兽从身体长度六公里多直接变得只剩下三公里多。本尊天地第一层初步。第一层完全练成，身体长度会缩小整整三倍，实力会提高三倍。而现在金角巨兽凭借罗峰消耗了巨额财富买了那些珍贵材料修炼，现如今已经能缩小两倍，实力提高两倍。强化提高两倍。本尊天地再提高两倍。轰。提爪踩踏，白卡罗直接吐血抛飞。咻。快如闪电的尾巴挥抽过去，速度快到白卡罗根本来不及闪躲，直接被劈的双刀抛飞，手臂都直接炸裂开来，鲜血四溅。幸亏金角巨兽控制住，没攻击其要害，否则可以轻易杀死白卡罗。金角巨兽消失，罗峰出现在星空中。敌犯。罗峰看向悬浮在太空中重伤的都无法反抗的白卡罗，去将他送到营养舱修复。是。敌犯憨厚的脸上露出一丝奇异笑容，他可是被主人当作切磋对手虐过好多次，现在总算有个同伴来被虐了。强化天赋，本尊天地同时施展。敌犯和白卡罗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罗峰摇头一笑，而且我还没施展蕴含金之本源法则的攻击。吃了睡，睡了吃，自然成长的金角巨兽就敢号称同阶内无敌。放眼浩瀚宇宙，都很难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匹敌的，若是有人能匹敌，那绝对算是整个宇宙人类族群中纵横诸多宇宙国中真正的超级天才。而罗峰这头金角巨兽又拼命花费无数金钱去练本尊天地，又拼命去感悟宇宙本源。不刻苦则已，一刻苦玩命，想要赢金角巨兽真的很难很难啊。宇宙飞船中，主人。被扔进营养舱的白卡罗心服口服地喊道。好了，赶紧治疗好伤势。罗峰随意道，等治疗完毕后自己还要施展奴役魂印呢。第14章机械族飞船。德温和白卡罗怎么这么久都没一点回音。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上其中一座豪奢庄园的会客室中，紧紧披着长袍的诺兰山眉头紧锁，泛着红光的双眸盯着眼前的屏幕，立马闪烁，给我再次联系他们两个。是主人。诺兰山肩膀上的拳头大的虚拟助手脆声喊道。嘟嘟嘟，不对不对劲，我联系他们，他们不敢这么久不接我通话邀请。诺兰山眼眸中有着惊恐，难道不可能？以白卡罗的实力，他们二人绝对不会出任何问题。诺兰山连摇头，绝对不会。一直待在虚拟宇宙中，时刻在等待德温、白卡罗消息的诺兰山已经隐隐察觉到有问题了。可是他对他最优秀的弟子白卡罗实在太有信心了，对付地球这种简单的事绝对不会出问题的。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五分钟、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诺兰山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如果说刚开始还抱有希望，可超过两个小时，两个弟子都没一点反应，就完全说明问题了啊。诺兰山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猛地一挥手，将面前桌上的酒杯等器具直接砸飞。那些酒杯器具朝四周飞去，或是砸在墙壁上，或是砸在一些装饰壁画上，或是砸在椅子上，一片砰砰啪啪的炸裂声。罗峰。诺兰山双眸阴冷，咬牙切齿，从齿缝中挤出这两个字。你够狠，竟然能弄到宇宙级九阶乃至狱主级帮手。诺兰山双眸幽冷，双拳紧握，手指甲都刺入掌心。这次败得够惨，一是失去了麾下重要帮手德温和白卡罗，二是他清楚对方能够轻易解决白卡罗，那么他诺兰山根本没希望得到地球上的宝藏。能够解决白卡罗，对方的高手最起码是宇宙级九阶，而宇宙级九阶完全能够弄走那一艘机械族飞船了。诺兰山愈加恼怒，我就算耗费近三年时间抵达地球，恐怕也只是白忙活一场，更何况地球上有着那玩意太阳系、火星地表，
当诺兰山为白卡罗的死恨得咬牙切齿时，不要反抗。恢宏轰隆隆的声音在这片沙漠上回荡，金角巨兽那庞大的身体盘踞在沙漠上，高空中那宛如一座山峰的头颅低头俯瞰着眼前的小不点白卡罗。是。白卡罗恭敬站在那。金角巨兽开始施展与墨星一脉的魂印秘法，渐渐的一滴好似水滴的晶莹液体从金角巨兽的左眼中飞出，开始朝下方迅速下降。这晶莹的水滴若是仔细看，可以发现水滴中有着复杂的一个个印记，在水滴中沉浮幻灭。噗，水滴碰触在白卡罗的眉心部位，顿时融入其中，进入白卡罗的识海深处。识海中，这是一片浩瀚的微型星系，是白卡罗灵魂实质化的呈现。这微型星系自身在不断旋转运动着，而星系的八条旋臂也随之旋转。一滴水滴突兀出现，而后直接落入这片星系中，顿时一道晶莹的流光迅速传递，开始进行渗透，一切自然而然发生。持续了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站在沙漠上的白卡罗睁开了眼睛，他看向眼前巨大的金角巨兽的眼神中有了一丝发自灵魂的尊崇。主人，白卡罗躬身道。金角巨兽那暗金色双眸也有着一丝暗淡，施展奴役魂印，就好像在灵魂切割了一小块，伤害挺大。轰，金角巨兽消失，罗峰出现。奴役魂印的确神奇。罗峰看着眼前的刀锋族战士白卡罗，清晰感觉到对方灵魂中对自己的恭敬崇拜，就仿佛面对自己的王，老师能够创造出这奴役魂印，了不起。迪范，白卡罗，走，回地球。罗峰说道。是，主人。迪范、白卡罗同时恭敬道。黑色飞碟状宇宙飞船正在从火星飞往地球。宇宙飞船的控制室中，罗峰和麾下两大奴仆正交谈着。主人，那飞船残骸的智能光脑全部带来了。白卡罗恭敬道，绝对不会泄露金角巨兽变身的场景。嗯。罗峰点点头。小心驶的万年船，金角巨兽的秘密的确是不能暴露。白卡罗，那诺兰山有什么底牌？知道地球什么讯息？罗峰问道。底牌？白卡罗微微摇头，这诺兰山并没什么底牌，整个家族都算是根基浅薄，若非诺兰山本人镇主，诺兰山家族根本没这么大的声势。这次他派遣我和德温来，一是想要弄走机械族飞船，二是想要顺便击杀主人你。这个混蛋，竟然想杀主人，该死。白卡罗话语中充满对诺兰山的杀意。灵魂奴仆是从灵魂深处尊崇主人，主人就是他们生命最重要的。所以诺兰山要杀罗峰，现在的白卡罗当然心底自发地涌出一股愤恨。哈哈，那诺兰山是个跳梁小丑。罗峰笑道。对了，你刚才说机械族飞船。罗峰眼睛亮起，这两年时间自己几乎完全沉浸在感悟宇宙本源法则的状态，其实这种感悟宇宙本源一点不辛苦，反而有一种小时候在母亲怀抱的感觉，灵魂上都感觉舒服。两年的沉浸苦修令罗峰都快忘记了地球上百亩大区域还有那么一艘机械族宇宙飞船。是的，那诺兰山对机械族飞船一直念念不忘，那艘机械族飞船绝对比他整个家族资产都要多得多。白卡罗恭敬道。哈哈，罗峰笑了。巴巴塔，罗峰喊道，飞船暂时不回家，回地球后去百慕大区域，我们也该弄那机械族飞船了。明白。小恶魔兴奋喊道。宇宙飞船冲入地球大气层，直接飞向百慕大海域，而后宇宙飞船凭空消失，罗峰等三人则是化作三道流光飞入海域深处。幽冷的海水深处隐隐约约有一巨大的白色影子。嗯。罗峰飞得靠近过去。巨大无比的银白色金字塔悬浮在这海水中，整个金字塔高度达到惊人的1200米，比地球上任何一摩天大厦都要高得多。整个银白色金字塔悬浮在那，令周围的磁场都完全扭曲，罗峰都清晰感觉到。机械族宇宙飞船。迪范双眸放光。我是第一次在现实中看到机械族宇宙飞船。白卡罗也惊叹道，机械族的科技实在太发达了，从外表根本无法判定这艘飞船到底是什么级别。宇宙人类科技和机械族一比，的确差很远。人类建造的宇宙飞船可以清晰判定是哪一个级别，甚至于扫描都能判定是什么合金。可是机械族的合金，人类是根本无法从外表探测出来准确级别。不过，按照诺兰山跟我说的，这艘机械族飞船至少是地级。白卡罗遥指这巨型金字塔下方，那开启着的三角形通道，那通道的防御就达到 C 级别，这样的宇宙飞船最低也是地级，所以它的价格会非常昂贵，很多狱主都买不起。哦。迪范吃惊看向白卡罗，这么贵？你不看看它的体积，这还是地级，如果是一级，那就太吓人了，绝对比之前闹得整个黑龙山星域天翻地覆的界中界宝藏还要惊人。
白卡罗摇头道，不过是一级的概率太低。他是一级。罗峰说道。主人。迪范、白卡罗都震惊看向罗峰，迪范忍不住道，主人，这机械族飞船从外表是根本无法判定级别的。他是一级。我很确定。罗峰看着眼前的巨型金字塔，随即看向迪范二人，你们俩穿的战衣是什么级别？主人，我内穿三阶原力战衣，外穿第三级合金战衣。迪范恭敬道。我里面是三阶原力战衣，外面是第五合金战衣。白卡罗恭敬道。罗峰微微点头。原力战衣是类似于当年的黑神套装这种玩意，是可以随心意布满全身的，不过原力战衣防御程度和原力级别有关。原力越强，原力战衣防御越强。这原力战衣的价格非常的高，和念力兵器之类的相当。合金战衣外表是合金等，技术含量很低，就好像顶着一个大盔甲，价格便宜，缺点是合金战衣会有很多漏洞，不可能将全身百分百保护好。白卡罗，那就你进机械族飞船吧。罗峰下令，这是智能芯片，进入控制室后，你将智能芯片插入其中即可。是，主人。白卡罗恭敬从罗峰手中接过芯片，而后转头直接飞向那通道。迟迟，那机械族飞船的通道中立即射出三色光线，可是白卡罗速度几乎不减，直接冲入其中。机械族飞船。罗峰看着眼前这艘金字塔飞船，心中感慨，这艘飞船的主人可是那位机械族不朽强者啊。第十五章，猛了，机械族不朽。罗峰感到一阵压力。不朽，这两个字代表着绝对的高高在上，一个不朽存在足以颠覆整个黑龙山星域。不朽存在一拳即可毁掉一颗星球。肉身达到光速穿越宇宙。在元宇宙、暗宇宙中来回闯荡，对他们犹如吃饭般容易。巴巴塔，我们现在想将不朽存在的飞船弄到手，会不会遇到困难？罗峰心中问道。不朽存在应该不会轻易让人夺走他的飞船吧。这是当然，就好像陨没星号，如果我控制着强行关上闸门，就算借主都无法闯进陨没星号。巴巴塔说道。至于这艘机械族飞船，就要看你的人品运气了。因为机械族不朽和其他种族不朽是有区别的。区别？罗峰一怔。对。罗峰，我问你，一般用来控制飞船的是什么？巴巴塔问道。智能光脑。罗峰笑道。对，智能光脑。你老是用我来控制陨没星号。可是机械族人，每一个族人都是智能生命，比任何一个智能光脑都先进的多。至于机械族人中最伟大的机械族不朽，那可是比我还要强的智能生命。巴巴塔道。你说他乘坐飞船需要专门弄一个智能光脑吗？你的意思是？罗峰眼睛一亮。机械族不朽存在乘坐飞船只需要使用他亿万分之一的操作能力，就能轻易完美控制一艘宇宙飞船。巴巴塔说道。所以机械族不朽根本不需要专门弄一个智能来操控飞船，他们自己就能很轻松地操控飞船。可他死了，所以就没人控制这艘机械族飞船了。现在就看你的运气，如果这艘机械族飞船从舱门通往控制室有一道关卡是关闭的，比如控制室的大门是关闭的且很难打开，那就麻烦大了。如果一路畅通无阻，那就走运了。巴巴塔说道。罗峰不由屏息。罗峰、迪范这一主一仆站在海水当中，默默看着眼前这高大的金字塔飞船，默默等待。持续了大概五分钟。主人，成功了。一道意念传来。太好了。罗峰眼睛一亮。我的附属智能开始侵入飞船的控制程序了。嗯，侵入成功。切断舱门能源供应。成功。巴巴塔欢呼道。罗峰，可以进入飞船内部了，不用担心那通道会有攻击了，我已经切断那能源供应。迪范，走。罗峰一声令下，当先飞向金字塔飞船入口通道。入口通道处于整个金字塔飞船的靠下方位置，通道足有数十米宽广，体表是合金战衣，皮肤表面则是魔云战衣，将全身保护得无比严实。罗峰心意一动，一根藤蔓伸入那通道中。果然安全了。罗峰直接飞入通道内，迪范跟在一旁。好奇特的布局。罗峰进入飞船中，惊讶地发现整个金字塔飞船的布局不同于人类族群中那些宇宙飞船正常布局。整个金字塔飞船内有一条主要的通道，整个通道是呈环形，不断环绕着往上，好似环山公路似的。环绕的通道足有30米宽，环绕着金字塔飞船的中央不断向上。金字塔飞船大概在距离底部800米的高度中央就是控制室的位置。控制室呈圆形，地面晶莹美丽，整个控制室中竟然没有操控台，只是控制室中央上方悬浮着巨大的水晶球。主人。白卡罗看向罗峰。做得不错。
罗峰笑道。巴巴塔，查看这艘飞船。罗峰喊道。是。能量护照，完好。靠，能量护照级别竟然这么高，就算不计算整个飞船本身船身的防御，单单能量护照就能抵挡一九级的攻击。也就是说，如果没到不朽，根本破不开这一层能量护罩啊。巴巴塔声音回荡在圆形控制室中。罗峰、迪范、白卡罗都吓住了。单单能量护罩就这么变态？这谁的宇宙飞船？这飞船原主人是谁？白卡罗忍不住道，太变态了。宇宙中卖的一九级宇宙飞船也没这么离谱。它的主人是位不朽。罗峰道，机械族不朽。白卡罗、迪范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不朽？还机械族不朽？任何一个不朽都尊贵无比。而机械族则代表了无比先进的科技，机械族不朽乘坐的飞船将会何等变态。攻击武器，完好。靠，真变态，这艘机械族飞船上的科技武器简直比你老师的那艘飞船还变态，不愧是以科技闻名的机械族飞船。机械族不朽乘坐的飞船实在是太奢侈了，太疯狂了。竟然有三尊歼星主炮，九尊E3级镭射炮。罗峰发懵。歼星炮，传说中的科技武器歼星炮，顾名思义，一炮就能毁掉一颗星球，论威力简直可以和不朽存在相媲美。当然歼星炮也有其缺陷，一是辐散范围广，无法向不朽强者将攻击凝结一点，二是消耗能量无比惊人。不过就算有缺点，也挡不住宇宙人类族群对着传说中的武器的向往。动力系统，完好。罗峰，你赚了，这机械族飞船的动力系统太变态了。难怪整个飞船的设计廊道是呈环绕结构，原来整个机械族飞船的中央核心几乎全部是动力系统部分。高1200米的飞船竟然超过三分之二都是动力系统舱室。变态，这艘飞船的瞬间加速躲避各种机动性绝对不比你老师的陨没星号差。我晕。按照这艘机械族飞船中的资料，飞船本身使用合金达到一级巅峰，具有自我修复效果，加上能量护罩叠加，绝对属于一级最巅峰的飞船了。加上它的机动性非常惊人，更令它无比昂贵，这还是不计算歼星炮等价格。罗峰，你这次真的发达了，单单这一艘机械族飞船就比那界中介整个宝藏全部加起来都要昂贵。巴巴塔说道。昂贵？原型控制室中的罗峰反而没像刚开始那般激动，而是一脸疑惑，虽然它珍贵，可是再珍贵也只是一级宇宙飞船，而陨没星号却是 F9 级，一般玉主使用 D 级飞船，借主使用 E 级，这不朽存在应该使用 F 级吧？这一艘飞船毕竟只是一级最巅峰，没那么夸张吧？错得离谱。巴巴塔喊起来。主人，不是这样的。白卡罗也说道。罗峰疑惑，旁边的迪范也疑惑。罗峰，出去以后千万别说是陨没星一脉的传人，简直是丢你老师的脸啊。竟然说出这么傻的话。那迪范过去是奴隶，傻乎乎的就算了。平常让你多看书，多知道一些宇宙中的常识，可是你嫌那些资料太多，巴巴塔开始批评起来。我错在哪里？罗峰打断巴巴塔的话。首先，人类的宇宙飞船之所以价格不算太昂贵，就是因为合金的缘故。纯金属飞船被视为奢侈品，合金飞船才是王道。这你知道吧？巴巴塔说道。我明白，合金便宜吧，性价比高。罗峰点头。同样达到 C5 级，合金比纯金属便宜百倍。可是整个宇宙中最强的合金也就是E9级，不管是人类族群还是更加先进的机械族，制造出的最先进合金就是E9级，所以想要制造一艘 F 级的宇宙飞船，所用的材料只能是纯天然的金属，如你老师用的赤混铜母，因为根本没有 F 级合金， F 级的纯金属极为稀少，如赤混铜母，有时候一个赤混铜矿脉挖掘下来，赤混铜母可能仅仅巴掌大一块，就一两吨，一个矿脉才找到巴掌大一块，想要凑到800米直径的宇宙飞船体积，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将整个黑龙山星域卖掉都不够零头，所以就算是不朽存在，绝大多数不朽也根本弄不起。不朽强者大多数用的都是一级巅峰飞船。巴巴塔说道，不朽存在用的一级巅峰飞船和界主用的区别是体积更大，好建造足够大的动力舱，令机动性更强。百米长和千米长，体积相差千倍，价格也相差千倍，这就是不朽强者使用的一级飞船和界主使用的区别。你老师是不朽中的超级强者，所以才玩得起陨没星号，就算这样也是耗费了大量资产
无数宝物才弄到那么一艘飞船。巴巴塔说道。而这位机械族不朽使用的这艘飞船比很多人类族群中的不朽强者使用的飞船还要先进，主要是在机动性上更夸张。我给你估价，普通界主用的一级飞船大概在10000亿宇宙币左右，相当于一混元单位。而不朽存在用的一级巅峰飞船一般能达到数百万亿宇宙币，相当于数百混元单位。这么一艘一级巅峰高1200米的机械族飞船却是达到12000混元单位，而你之前在界中界得到的宝藏加起来才11个混元单位。所以说界中界整个宝藏都不如这机械族不朽的飞船。第16章拍卖会来了。准确的数字对比最清晰表明这艘机械族飞船的珍贵。之前巴巴塔曾经估算过，整个界中界宝藏全部相加大概在200混元单位左右，相当于贫穷的不朽。而这一艘机械族飞船就价值12000混元单位。天，白卡罗眼睛瞪得滚圆，他的梦想是名流刀锋族圣殿，成为界主强者，即可名流圣殿，就算界主也买不起这样的飞船啊。这得买多少宇宙级奴隶啊。迪范娜大嘴巴傻乎乎张开着。失态，两位宇宙级强者都失态了，这样的昂贵的机械族飞船足以令不朽心动，足以令界主们为之疯狂。更别说狱主宇宙级了，单单那飞船上的歼星炮就足以令宇宙中等文明国度眼热心动，这绝对属于战略级用来威慑的大杀器。罗峰，这艘机械族飞船你别可别暴露。巴巴塔说道，就跟你手上的陨没星号一样，这艘机械族飞船也属于不可暴露的宝物之一。当然这艘机械族飞船从外表是判断不出其真实价值，大多数人会以为这是地级机械族飞船。可是你一个恒星级用一艘地级机械族飞船也会惹人眼红。所以这艘飞船对你最大的用处，一保命，在生死时刻躲进这艘飞船就是界主巅峰强者都破不开这艘飞船，你可以乘坐它逃命。二杀敌，你可以通过3尊歼星炮9尊E3级雷射炮进行杀敌，特别是机械族飞船的灵活性迅速靠近敌人，而后近距离靠9尊雷射炮联手进攻，狱主都是必死无疑。三卖钱，你可以直接将整艘飞船卖掉，其中第一项和第二项都有缺点，就是一旦使用的话就会让人知道你拥有着一级机械族飞船，这容易吸引界主乃至不朽，所以不使用则已，一旦使用必须将对方全部杀死一个不留。想要卖钱是可以卖，通过你老师5星级账户的服务可以卖掉，不过一旦卖掉你想再买回来难难难，因为蕴含歼星炮的机械族顶尖飞船完全可以进入中等拍卖会进行拍卖，而中等拍卖会的门槛是4星级客户。罗峰，你就算卖掉这艘飞船也算不上4星级客户，4星级客户的门槛是存款达到10000混元单位，参与者几乎都是不朽存在或者一些巨头，所以一旦卖掉短时间内你就买不回来了。巴巴塔说道。罗峰明白，这艘飞船虽然昂贵，可飞船一般能占一名不朽存在的1/10资产就算不错了。不朽存在需要花费钱在兵器、战衣、宝物、秘法等方面，卖掉飞船罗峰依旧算不上4星级客户。不卖，我现在不缺钱。罗峰笑道，反正这是抢手货，很容易卖掉，而且放在身边也是一张底牌。九尊雷射炮配合飞船机动性，狱主都必死无疑，躲在里面界主巅峰都破不开，等哪天缺钱再卖掉。罗峰忽然眼睛一亮，巴巴塔，这飞船的歼星炮能拆不？反正有3尊，卖掉2尊也好。你想得美，这机械族制造工艺太高超，整个飞船是完美地整体，连歼星炮雷射炮也是融入到飞船中，拆你就做梦吧。虽然材料不如陨没星号，可这制造工艺比陨没星号高多了。陨没星号主要强在材料，强在飞船那无比锋利的边缘，一个加速冲击切割星球界主等如切菜。至于其他技术方面就要低一筹了，不能拆就不能拆，反正暂时钱够用了。罗峰笑道，巴巴塔，将这金字塔飞船收进你的储物空间，我们回家。虽然得到一艘机械族飞船，可是这机械族飞船轻易用不得，因为一旦使用就容易暴露，所以这机械族飞船和陨没星号一样，罗峰明明知道它们很昂贵，却只能放在巴巴塔的储物空间中。金字塔飞船至少没损伤，是完好的。陨没星号虽然比金字塔贵上很多倍，可是它是损坏的，无法用。罗峰在从百慕大海域飞往亚洲大陆方向时嘴里念叨着，后面的迪范白卡罗彼此相视，这个主人太让人无语了。金字塔飞船在不朽强者的座驾中都算不错的，陨没星号
更是绝大多数不朽强者只能眼馋却弄不起的珍贵飞船。 F 级飞船无比昂贵，更别提这是 F 9级，有个厉害老师就是好。迪范看一眼白卡罗，传音道：白卡罗，你怎么办？那诺兰山为老师，一个宇宙级九阶老师没前途啊。像主人多厉害，他的老师在不朽存在中都属于无比厉害的强者，而且还是死的，死的老师刚好将财产全部给主人，若是活的老师，主人还捞不到多少好处呢。迪范传音说道。白卡罗瞥了一眼迪范，传音道：滚。时间一天天过去，当初虚无区域的虫洞旁就探测到，当时前后是有三艘飞船前往地球的。第一艘是诺兰山家族的第三级飞船，第二艘则是第一级飞船，第三艘则是 C8 级飞船。在罗峰他们解决了诺兰山人马，得到金字塔飞船后不久，华夏历2065年11月12日，那第二艘第一级宇宙飞船抵达地球。地球外太空，穿着战衣的光头迪范站在外太空中，遥看前方的那艘深紫色飞碟型宇宙飞船。这位大人，你好，我们是来自黑龙山帝国波特雷家族的使者，飞船中飞出了12名恒星级人类，其中10名是恒星级九阶，还有2名分别是恒星级三阶和五阶，其中那名恒星级五阶是魁梧的青年。波特雷家族，黑龙山帝国16大家族之一。波特雷家族？哼，现在这地球是我们三辅山麾下的一颗星球，禁止外来者。迪范的声音在念力传输下传入那12人耳朵中。三辅山？那名魁梧青年面色微变，三辅山可是四大组织之首，就是两大圣地也得对三辅山客气点，你们如果闯入地球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迪范暴喝一声，随即掉头直接飞回地球。而地球外太空，那飞船旁的12人都彼此相对。大人，怎么办？能怎么办？魁梧青年咬牙喝道，人家出来一个人就是宇宙级九阶，进去送死吗？这艘宇宙飞船只能灰溜溜的离开。同样的方法，六天后的那艘 C8 级宇宙飞船也被迪范给吓走。毕竟这两艘飞船仅仅是那两家族派出的一个探测小队，怎么敢招惹一位宇宙级九阶？吓退那两艘飞船，罗峰的生活变得无比平静。不过他是在等待很关键的一个日子，12月16号。华夏历2065年的12月16号正是三年一度的前屋拍卖会举行的日子。虚拟宇宙，黑龙山岛屿九星湾。茶室中，罗峰坐在椅子上，端着一杯玻璃杯，杯子中有着琥珀色的茶水。明天就是前屋拍卖会了，前屋拍卖会的最低门槛就是三星级客户。罗峰轻轻闻了闻茶香，不过我的账户资金因为之前的几宗消费已经不足10混元单位，低于三星级客户的界限了。当初前屋拍卖会发送给我的邀请函还有效吗？罗峰，你的想法错了。你的账户之前达到11万亿宇宙币，11混元单位成为三星级账户，现在你消费了几笔，钱少了，难道就不是三星级账户了？有些金融大富豪账户里面的资金经常流动，今天资金可能是200混元单位，是三星级客户，明天一口气用的只剩下一混元单位，后天人家又转账过来300混元单位，难道这位富豪一会儿是三星级客户，一会儿是二星级客户？罗峰一愣，消费是正常的，如你老师当初为了弄陨墨星号，曾经账户资金几乎耗光，而有时候卖掉一件宝物，账户资金又飙升，一会儿多一会儿少。巴巴塔笑道，银行是不会轻易给账户降级的，只有你的账户长期低于界限才会降级。巴巴塔道，账户级别越高，这期限越长，如五星级账户就算里面的钱用光了，在一亿年内评级都不会降。罗峰笑着点头，有道理。喝着茶水，罗峰心中期盼着三年一度的前屋拍卖会将会聚集整个前屋宇宙国无数界主乃至不朽的参加，最低门槛就是三星级客户，各种各样平常买不到的限制级的物品会一一出现在拍卖会上。买营养舱第五级轨道炮，本尊天地修炼需要的珍贵宝物，消耗约5个混元单位，给弟弟罗华2个混元单位去投资，现在我这剩下4万亿宇宙币多点。罗峰暗道，明天不知道能买什么宝物，回头去问问弟弟，看这两年时间投资的怎么样。罗峰暗道。第17章，前屋宇宙国，黑龙山岛屿九星湾。在罗峰住处旁边有一座木屋别墅，罗峰沿着楼梯来到这栋别墅的3楼，3楼楼梯口的玻璃门关闭。吱呀，罗峰推门入，这是足有近百平方的房间，里面有着一台台电脑桌，每一个桌子上都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电脑前都有着男男女女们在敲击着虚拟键盘，查看着各种资料。整个房间内一共有21名工作人员，在最靠后的位置，桌子最大的正坐着一名和罗峰长相酷似的青年，只是更加瘦弱些。哥，
罗华惊讶喊道。挺热闹的。罗峰笑着环视整个工作室。罗先生好。罗先生。一名名男女连忐忑行礼，这群工作人员都是一直跟着罗华混的一些投资人员，因为用的习惯，罗华也将他们带到虚拟宇宙中，虽然有智能光脑可以辅助，可是智能光脑和人类还是有区别的。哥，你怎么想到来我这了？走，我们到旁边聊。等一下。罗华迅速回到电脑前，敲击输入指令，而后才跑过来。走，工作室旁边有一茶室。罗峰、罗华兄弟都坐下。哥，在我工作时候过来，很少见啊。罗华笑道。是这样的。罗峰笑道，明天是三年一度的前屋拍卖会举行的日子。前屋拍卖会？罗华听了一愣，随即露出惊喜之色，连道，是不是传说中我们前屋宇宙国的最高拍卖会？我上次和一个投资者在聊天的时候就听他说过，听说参加那拍卖会的门槛很高，最低门槛是三星级客户。罗峰点头。靠！罗华瞪大眼睛，三星级客户？这拍卖会层次够高。三星级客户，整个黑龙山星域算得上三星级客户的都少得可怜，个个是大人物啊。罗峰笑着道，我来你这是想问问两年前给你的两万亿宇宙币怎么样了。说起来，罗华露出兴奋感慨之色，连道，两万亿宇宙币就算是在宇宙的投资市场，在很多投资板块上都算得上大资金。大资金有好处有坏处，好处是能够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影响，坏处是不够灵活，想要抛售有时候抛售不掉。去年一年操作，高的时候赚了 50%， 可也有亏的时候平均没赚没亏，算是积累了操作大资金的一些经验，完善投资策略。今年一年最高时资本达到36万亿宇宙币，不过最近行情不好，还剩下3万亿宇宙币的资产，不过不急，行情是需要等的，我现在就等着行情爆发。罗华笑呵呵道。罗峰点点头，我现在要钱用，你能拿出多少？要钱那就必须抛售，毕竟我的资产都不是现钱。罗华郑重道，可是现在抛售，说实话我最近半年布局完毕，现在就等着行情爆发大赚一笔，现在抛掉真的不太值得啊。不过哥，你如果急着用，一天内就能抛掉，可这么大笔的抛售容易引起价格的下跌，估计能弄到28万亿宇宙币现金，算不错了。哦，罗峰点头，不急，这场拍卖会要持续10天，如果我钱不够，我联系通知你。好的。罗华点头。整个前屋宇宙国堪称最大的一场盛会，前屋拍卖会。三年一度，罗峰早就无比期待了。哥，我随时在线，你如果需要筹钱就立即通知我，我会立即抛售换取现金，如果实在着急，我已经跟一位朋友谈好，到时候可以紧急拆借资金，以我的投资的那些资本为抵押。罗华说道。罗峰。旁边徐星笑道，回头你可要将拍卖会场景跟我说说，我对这前屋宇宙国最大的盛会也很好奇呢。罗峰点头，和父母妻子弟弟等人告别，直接离开九星湾小区，招了天马，乘坐天马来到传送点。传送？罗峰站在传送点内，手持着那份前屋拍卖会的邀请。呼，罗峰瞬间消失，离开黑龙山岛屿，传送到了前屋大陆上空的一座悬空城，那邀请函射出点点光芒，令悬空城防御自动打开通道，放罗峰入内。这是一座无比雅致的悬浮在云雾中的陆地，这悬空城上景色优美，花草植物随处可见，而整个悬空城最耀眼的就是那无比庞大的建筑物拍卖厅。三年一度的前屋拍卖会每次都是在这拍卖厅举行。先生你好，欢迎你参加这一届的前屋拍卖会，这是你的座位号。小姐你好，欢迎你参加这一届的前屋拍卖会，这是你的座位号。一名名穿着或是华丽或是古朴，有的人有着蛇的身子，有的则是高七八米魁梧无比，来参加前屋宇宙拍卖会的简直是人山人海，在拍卖厅的入口处已经排成了两条长龙，大家都在排队入内。这么多三星级客户？罗峰也排队，他前面是一名仿佛一团火焰燃烧的冷漠铁塔巨汉，在罗峰后面则是只有一米高却有着三只眼的阴冷侏儒，可是那自然散发的强者气势都令罗峰感到压力。三星级客户几乎都是界主，极少数是一些大商人或是一些有超级背景的年轻人。巴巴塔声音在罗峰脑海回荡，几乎都是界主。罗峰目光一扫，这排队都排成两条长龙的，最起码有数千人之多，数千名界主。这拍卖厅一共有16个入口，所以说不单单你这在排队，其他15个入口都在排队，现在在排队的界主大概在10万人左右。巴巴塔说道。10万？罗峰一瞪眼，10万界主，太疯狂了吧。普塔，
上一届参加拍卖会的有131万多，你说这一届会不会超过？在罗峰前面，全身都仿佛火焰在燃烧的铁塔巨汉低沉道。嗯，肯定会超过。据说今年会有一个进入初始宇宙参悟的名额，这名额是界主名额，最高可以让界主进入参悟。很多不朽强者都过来想要买下这个名额，就为这个名额，这次来的界主肯定会非常多。那铁塔巨汉前面全身罩在袍子中的男人沙哑道。罗峰猛了，131万，初始宇宙。排队当中经常会听到周围一些界主们的讨论，讨论的内容都令罗峰有些呆滞，因为这些界主们讨论的很多话题都令罗峰感到迷糊。比如这次在星域秘境，我们一道去的18位界主就3人侥幸出来，其他15位或许过上几万年几百万年可能出来，也可能永远出不来了。你们托塔军团这次在域外战场立了大功劳啊，恭喜了。旁边的界主有的互相认识，谈论着那些话题，可罗峰却是眨巴眼睛表示沉默。这位兄弟，你是哪个家族组织的？罗峰旁边的一支队伍在罗峰身侧的精瘦独眼男子向罗峰笑着打招呼。没家族没组织，罗峰干脆回答。哦，独眼男子听了点点头没追问。单单从气质其实就能看出周围很多人的实力，周围一大群界主们很轻易就发现罗峰应该是一个实力比较弱的小家伙，不过在这场场合越是实力弱就越是不能得罪这种小家伙，因为实力弱就能成3星级客户，背景一般会很可怕。先生你好，欢迎你参加这一届的前屋拍卖会，这是你的座位号。罗峰接过一块令牌，看到这黑色令牌上有着半透明的屏幕，屏幕上有着一座位号 KND99286。真大。进入拍卖厅，罗峰处于半呆之中。整个拍卖厅就仿佛地球上的足球场，四周的看台密密麻麻。可是这拍卖厅的座位实在太多太多。这里一共有300万个座位，每个座位都是6米宽10米高。巴巴塔声音在罗峰脑海中响起。罗峰点点头。每个座位6米宽10米高，何等大的座位，足足300万个座位一环环排列下来，简直一眼看不到尽头。就仿佛是由无数的座位组成了一个世界。座位设计的大主要是为了很多体型巨大的客户准备。KND99286。罗峰看到这座位上的号码雕刻便坐了上去。6米宽的座位比自己的床都大。无数的座位，整个拍卖厅议论声音回荡，仿佛无数天神们在交谈。这么多界主们。罗峰屏息。前五宇宙国足有13000多星域。如黑龙山星域就有近100名界主。那么整个前五宇宙国平均下来也有100多万名界主。而实际上因为很多不朽存在教导，令前五宇宙国中产生界主概率更高。整个前五宇宙国的界主有数100万之多。罗峰感到心跳速度加快。数100万的界主。前五宇宙国不愧是号称宇宙国，这样的宇宙国度实在太庞大了。第18章，只惜前五宇宙国拥有着无比庞大的实力，你老师也无法与之相比。不朽强者在庞大的前五宇宙国面前只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毕竟前五宇宙国人多势众。当然像你老师那种无牵无挂实力又超强的不朽独行者，前五宇宙国不会轻易招惹，可要真的斗起来，付出一定代价灭杀你老师也没问题。巴巴塔感慨道，没法子，人多势众。罗峰点点头。看着这拍卖厅内无边无际的座位上那一眼看不到尽头的界主们，就明白什么叫人多势众了。3个小时后，各位，一道清亮的声音瞬间传播开，回荡在整个拍卖厅中，浩瀚的拍卖厅中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很自觉地不再说话。罗峰看向拍卖厅中央，一名光头背着黑色龟壳的老者站在拍卖厅的中央位置，而上空则是出现了这名老者近1000米高的3维虚影。欢迎大家这一届的前屋拍卖会，感谢虚拟宇宙公司、宇宙第一银行、宇宙星河银行、巨斧斗舞场、宇宙佣兵联盟还有前屋宇宙国的鼎力支持。老者微笑道，相信很多人都认识我，大家可以称呼我老巴托，这次依旧是老巴托为大家主持这一场顶级盛会。上一届的前屋拍卖会参与者为1316038人，而这次参加拍卖会的统计数据刚刚出来，大家知道有多少人吗？1823959人。182万，比上次多了超过50万人。顿时整个拍卖厅一阵仿佛浪涛般的喧哗声音。能来这的最低都是3星级客户，密密麻麻的座位中罗峰却是咂咂嘴暗叹，在黑龙山星域我的财富能排在前100，可是在整个前五宇宙国不同的地位看到的也不一样。没达到3星级客户门槛，这前屋拍卖会参加资格都没有。废话不多说，这一届拍卖会正式举行时间很快就到了。
在拍卖会正式开始之前，老规矩，我们先来一次拍卖，算是热场。龟壳老者手指向一旁，旁边顿时出现巨大屏幕，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宇宙星系，一座座星系掠过，每一个星系中都有很多生命星球，生命星球中的强者也有很多。这是塔纳星域，我们前五宇宙国13000多星域中排名靠后的一个小型星域，整个星域一共有668个星系，之前是一位不朽强者的领地。不过这位不朽存在准备进行一次生死冒险，所以要将整个星域脱手，所以我们拍卖会的热场拍卖就是这一个星域，塔纳星域。龟壳老者高声喊道。拍卖厅中一片喧哗，高坐巨大座位上的罗峰也是有些震惊。塔纳星域，一来就拍卖一个星域？须知宇宙初等文明国度银蓝帝国也不过才8个星系，这塔纳星域虽然是小型星域，可也有600多星系，热场拍卖就是一个小型星域，看来这一届的拍卖会出现很多超高价拍卖品啊。早听说这次拍卖压轴的是前往初始宇宙参悟的一个名额，这次拍卖会绝对算是万年内数一数二的拍卖了。在罗峰身侧的巨大座位传来一些议论声音，前屋拍卖会3年1度，不过每一届拍卖会都会有些区别，偶尔数千年上万年会出现一场宝物层次较高的拍卖会，一般所谓的热场拍卖就能看出这场拍卖会的层次了。塔纳星域，一个独立的星域只要不建国就可以受到前五宇宙国的保护，这么一个星域绝对可以当一个家族传承亿万年的根基，可以培养战士基地，可以培养奴隶星系，整个宇宙国的星域就那么多，而来拍卖的更是少之又少，现在大家开始出价吧，底价300混元单位。龟壳老者高声喊道，每次加价需要是混元单位的整数倍。顿时旁边大屏幕上出现一行数字，300混元单位，400混元单位，价格立即飙升。这一幕令远处座位上的罗峰疑惑，巴巴塔，一个星系价格在1000至10000宇宙币之间，这个星域一共668星系，按理说大概200-300混元单位就差不多了。罗峰，你说的那是星系单独卖，而现在是整个星域在卖，这是不一样的，星系分散开很容易被周边势力欺负，很难发展，而整个星域却是一个整体。巴巴塔说道，整个星域内部相互支持，周边势力想压迫都很难，所以单独星域的价格会很高。巴巴塔说道。罗峰拿着那黑色令牌遥看远处中央大屏幕，大屏幕上的数字不断刷新，400混元单位，420混元单位，460混元单位，眨眼功夫就变成了860混元单位，861 868 876，上升幅度变慢，1000混元单位。突然出现的一个数字令拍卖厅一片寂静，再也没有人继续报价。1000混元单位，倒数3秒，3、2、1，恭喜编号 KB238293 的客人，你拍得了塔纳星域，成为塔纳星域的主人。龟壳老者声音无比洪亮，本届前屋拍卖会正式开始时间剩下不多了，58 57 10 9 8 7 6 5 4 3 2 1，声音轰隆，宛如神灵，整个拍卖厅中央变得耀眼无比，光芒映照在周围一个个巨大的座位上的强者脸上。本届拍卖会正式开始，现在为第一批拍卖品，各位的拍卖令牌上都能看到即将进行拍卖的1000件拍卖品，想要买下的请做好准备，准备出价。龟壳老者高声喊道，现在是第一种物品，金属类生命博纳族族人92个，博纳族金属生命可以和宇宙飞船融合，令宇宙飞船拥有自我恢复自我升级能力，博纳族金属生命一共92个，底价为2000亿宇宙币，最高的92次出价将会获得这博纳族金属生命。龟壳老者喊道。顿时整个拍卖厅上很多人都开始出价，在人群中的罗峰坐在宝座上低头看看自己手上的黑色令牌，一下子拍卖92件，够快的。这金属生命竟然能和宇宙飞船融合，金属生命实力提升的同时会令宇宙飞船不断升级，有意思。罗峰看着不断上升的拍卖价便摇摇头没再出价，一件件拍卖品如流水一般拍卖，成交价最低的也是数百亿宇宙币，正常都是数千宇宙币，毕竟最开始的热场拍卖属于个例，1000混元单位敢出这个价的估计都是4星级客户了。蓝壳果实培育灵兽植物生命最佳的物品，就算身受重伤服用蓝壳果实也有治疗效果，100枚蓝壳果实为一个单位，这里一共有39单位的蓝壳果实，每个单位最低报价为1000亿宇宙币，顿时再度报价，一般一个星系数10万颗星球价格也就在1000亿到10000亿宇宙币之间，这里的物品随便拿出一件一般都抵得上几万颗生命星球乃至数十万颗生命星球。
罗峰，买下一个单位。这蓝壳果实对魔云藤有非常好的培育效果。于是罗峰最终花费1800亿1810亿宇宙币买下了两个单位的蓝壳果实。机械族战衣全身完美保护，机械族战衣的最表层会自然形成一层能量罩，而能量罩的能量来源则是战衣内部的能晶。这一件机械族战衣是第八级的战衣，一旦穿在身上，就算是一名行星级的小家伙，穿上它，玉主五阶六阶也休想破开这战衣，念力也休想穿透它。这机械族战衣只此一件，绝对是购买给心爱弟子、自己的子孙最佳的礼物，拥有了它将会安全的多。底价一个混元单位。龟壳老者高声喊道。这件物品令罗峰吃惊，竟然不需要自身任何实力就能抵抗攻击。这机械族战衣罗峰还没听说过，不过这玩意借主穿了没用，靠，价格上升好快。罗峰最后看着那个令他目瞪口呆的结果，98混元单位，这就是最终成交价，快接近10混元单位了。一件纯粹是给心爱弟子子孙的礼物，竟然和罗峰在界中界宝藏得到那么多宝物总价接近。罗峰，这种机械族战衣防御程度如此强是非常罕见的，别说第八级，连 C 级机械族战衣你恐怕都没见过，这种玩意纯粹是奢侈品，估计买下这件机械族战衣的是位不朽存在。巴巴塔说道。拍卖品哗哗而过，各种拍卖品令人眼花缭乱，拿出一件就足以令狱主们疯狂。可是在这前无宇宙国最顶尖的盛会，100多万名界主汇聚，其中甚至于有一些不朽存在，报价起来却是不手软，连续三批物品一共3000件很快卖掉。现在是第4批拍卖品，各位的拍卖令牌上都能看到下面即将拍卖的1000件物品，看到想要拍卖的请做好准备。龟壳老者依旧微笑说着，顿时拍卖厅内一片寂静，无数宝座上的强者都看着手中令牌上即将拍卖的1000件物品。眼神兵，眼神兵，精神念师掌控者九大神兵之一的眼神兵罗峰，这是最适合你的念力兵器，这眼神兵你一定得拍卖下。罗峰刚刚观看，脑海中就响起巴巴塔激动的喊声。第19章，眼神兵掌控者九大神兵。眼神兵，罗峰疑惑低头看向手中的黑色令牌，这一拍卖令牌的屏幕上有着详细的1000件物品清单，最适合罗峰你的，平常想要购买很难买到的，罗峰你一定得买下。我明白，我先看看。罗峰仔细看着手中拍卖令牌屏幕，很快就看到了其中一样物品，眼神兵，轻轻点击就看到眼神兵的详细讯息。眼神兵，精神念师掌控者九大神兵之一，全名魂天眼或九重魂天眼。眼神兵普通形态为一根暗金色长棒，内含1081枚薄如蝉翼的金色小剑，每一柄金剑都蕴含无比玄奥的本源法则秘文。掌控者九大神兵，其中有8件神兵是金、木、水、火、土、风、雷、光线，这8大本源法则结合时间或者空间这2大法则中的某一种所制造出的。九大神兵的最后一件则是融合时间和空间这2大最深奥的本源法则打造而成的神兵，而眼神兵则是融合金、空间这2大本源法则打造而成的神兵，威力极大。眼神兵共分9重形态，一重比一重威力大，同样操控难度也是不断飙升。眼神兵9重形态无比艰难，第一重形态对恒星级而言无比艰难，能施展出第一重形态的恒星级堪称同级同阶中堪称无敌的存在。第三重形态对宇宙级而言，能施展出第三重形态就能号称同阶内无敌，在巨斧斗武场获得千场连胜都轻而易举。第六重形态对狱主而言，能施展出第六重形态绝对是狱主中无敌的，放眼前无宇宙国乃至整个人类族群，施展出第六重形态的狱主绝对是同级同阶中最变态的，甚至于能跟同阶的金角巨兽等媲美。第七重形态若是界主九阶强者，能施展出第七重绝对算是界主中巅峰强者。第八重形态无比的艰难，界主九阶强者施展出第八重在整个前无宇宙国都能号称界主中无敌。第九重形态最高形态，浩瀚宇宙中无数年来几乎没界主能施展出第九重，因为一般能施展出第九重的界主早就该突破到不朽级了。眼神兵即是最强也是最弱，最强是因为他九重形态一重比一重变态，最弱是因为他施展难度太高，若是悟性差的人还不如使用其他一般的念力兵器效果好。拍卖底价5000亿宇宙币，共9件，九重魂天眼，真变态。罗峰喃喃道。这时候坐在罗峰左侧那巨大宝座上足有近6米高的黑灵巨汉看向罗峰低沉道，这位兄弟，你看上那九重魂天眼了？
那眼神兵可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好的。九大神兵样样操作无比艰难，最是重视法则感悟。没那能耐，还是购买一般的念力兵器，反而能发挥更强实力。记住，这购买兵器，不买最好的，要买最适合自己的。说的有道理。罗峰笑看向那黑灵巨汉一眼。黑灵巨汉呵呵一笑，咧开那血盆大口。九大神兵施展难度大，像那眼神兵能施展第八重的戒主，一般都能突破到不朽了。小兄弟，有钱也不能乱浪费啊，购买最适合自己的就行了。谢了。罗峰笑着不多说，心中却是暗道，这眼神兵就是最适合我的。精细本源法则，现如今罗峰都有了一定的领悟。而空间本源法则，罗峰虽然没一点进展，可也在努力中。有这么好的条件，当然得努力使用那眼神兵。罗峰那顿天梭的施展极限就是宇宙级。你现在的金角巨兽身体已经能完全施展顿天梭威力了。他对你没挑战性。而这眼神兵不怕不够你施展，就怕你根本没能耐施展出他最强威力，九重形态等着你突破呢。明白。罗峰心中豪情万丈。九重形态，我就一重重突破。巴巴塔，估计这眼神兵要多少钱？罗峰问道。眼神兵一共有九件，在场的界主中只有精神念师掌控者会去争，且是走金空间这两大本源法则之路的才会去争。不过架不住整个拍卖厅基数大，据我估计这价格会冲得比较高，不过你的钱应该是够了。哦。罗峰暗自点头。现如今自己的金钱余额约 39,860 亿宇宙币，拍下这眼神兵难度不大。时间流逝，一件件昂贵的兵器在浩瀚无比的拍卖厅中引起一次次报价，迅速的被来自各个星的强者们买下。在场超过九成九是界主，其他是少数的一些有背景的大人物，不朽存在。下面的拍卖品是眼神兵。掌控者九大神兵之一的眼神兵，关于眼神兵的威力大家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很多界主掌控者经常烦恼感悟本源法则突破后，手中念力兵器却无法发挥自己最强实力。而使用眼神兵就绝对不用担心这一点。不怕不够你施展，就怕你能耐不够。眼神兵九重形态，你若是能施展出第九重，纵横浩瀚宇宙，不单单是人类诸多宇宙国，就是其他机械族、妖兽族乃至是星空巨兽，恐怕你都难寻一对手啊。龟壳老者朗声道，好，现在开始竞价，一共有九件眼神兵，最高的九次报价将会中标。底价5000亿宇宙币。顿时一眼看不到尽头，密密麻麻的巨大王座上百万计的界主存在乃至不朽存在，很多人都开始出价。无数王座中不起眼的一个王座，罗峰坐在其上也输入自己的价格，6000亿宇宙币。我靠。罗峰一瞪眼，只见屏幕上的数字不断跳跃，屏幕一侧则是显示排名第九的报价。5500亿、6000亿、6600亿、7000亿，价格飞速飙升。8000亿。罗峰再次输入。8900亿、9000亿、9600亿，旁边数字迅速超越罗峰的输入。15000万亿，屏幕上显示的报价猛地飙升一大截。疯掉了。罗峰一瞪眼。罗峰，眼神兵的拍卖价一般都会上20000亿宇宙币的。巴巴塔声音在罗峰识海响起。果真，20000亿、21000亿、21100亿，增速开始放缓。21800亿。罗峰输入报价，而后盯着手中拍卖令牌上显示的排名第九的报价，报价增速再不断放缓。21900亿、26000亿。又跳了。罗峰有些急了，在拍卖会上虽然能够遇到一些平常根本买不到的宝物，可是因为拍卖会上聚集的强者实在太多，说不定就会遇到一些非常想要这件宝物的人，有时候会令成交价高的可怕。的确，这价格不断在上升。30000亿、30800亿、31000亿，上升的报价令罗峰屏息，眼睛都微微泛红。巴巴塔，这价格怎么涨得这么离谱？拍卖拍卖是无法完全预测的。有时候这拍卖场突然出现十几个突然想要眼神兵又很有资本的强者，这价格就抬上去了。毕竟只有这么九件。卖完了以后想买眼神兵就得碰运气了，毕竟下一届前屋拍卖会不一定会有眼神兵。巴巴塔说道，拍吧，一定得拍下。知道。罗峰咬牙看着现在的报价，又输入一个价格，32000亿。可是随着那惊人的涨势，价格很快突破32000亿。巴巴塔，给我弟弟发邮件，告诉他马上能拆借多少资金。罗峰问道，这拍卖如果成交并不是立即交钱，而是1000件一批，每一批成交结束后会统一的进行扣钱。你弟弟有回信了，只要一个电话可以立即让朋友转账，现在最高能转账20000亿宇宙币。罗峰心中一松，现在报价已经开始放缓，
显然借主强者的金钱也不是天上掉下的。36,112 亿宇宙币。罗峰输入报价，屏幕上的数字以极为缓慢的速度上升，36081360853690，终于数字停下了。最终的排名第九的报价是36101亿宇宙币。排名第九的报价是36101亿宇宙币。倒数三秒，3、2、1，恭喜九位客人，你们成为这衍神兵的拥有者。龟壳老者高声道，我们继续下一件拍卖品是。罗峰看着手中黑色令牌屏幕上的一行字，恭喜你，编号 KND99286 的客人，你拍得衍神兵一件，请准备好在本批拍卖品结束后进行签约交款。罗峰，这衍神兵将会一直陪伴你踏入宇宙级玉主戒主乃至突破到不朽，他会一直陪伴你10,000年10,000年乃至更久，这将会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伙伴，陪你出生入死，你得用心施展好他。巴巴塔鼓励道。罗峰点头，心中忍不住有些激情澎湃。衍神兵，自己的兵器。过了大概一个小时，这一批拍卖品全部卖完，罗峰也缴款，约定了衍神兵在现实中的交货地点。现在是第五批拍卖品，各位的拍卖令牌上都能看到下面即将拍卖的1000件物品，看到想要拍卖的请做好准备。龟壳老者声音回荡在浩瀚的拍卖厅中，拍卖厅无数王座上的戒主们都低头观看拍卖令牌，罗峰也低头观看，一看，靠，生命果实。罗峰哭笑不得，这1000件拍卖品中正有生命果实，生命果实底价5000亿宇宙币，共有12颗，我的余额还剩下约3748亿，连底价都不够。罗峰摸摸脑袋，眨巴眼睛，有些无奈。第20章拍卖尾声，生命果实的底价是5000亿宇宙币，不过生命果实等于是借主的又一条命，所以价格会冲得比较高，一般会超过20,000亿，如果争夺的人多，价格可能更高。巴巴塔说道。嗯，没法子。罗峰摇头，放弃着生命果实。红他虽然想得到一枚生命果实，可也是准备去培育魔云藤的。实际上培育魔云藤用生命果实是很浪费的行为，因为生命果实珍贵是珍贵，是等于借主又一条命，真正去培育植物生命性价比是远远不如其他一些物品，如自己之前购买的蓝壳果实。当初在界中界中争夺雷霆石兑换宝物，你才用生命果实去培育魔云藤。可实际上暴饮暴食对身体不好，生命果实能量太强太庞大，一次性吞下会让魔云藤吃撑了，浪费很多药效，实在太浪费。且生命果实最佳用途根本不是用来培育植物生命。你不是买了200颗蓝壳果实吗？蓝壳果实就是培育灵兽培育植物生命的，而且药效也比生命果实要小，更加容易承受。魔云藤虽然也会吃撑，却不会像吃生命果实一样吃得全身爆裂。每10天服用一颗蓝壳果实，花费3年功夫服用100颗，你大哥红的魔云藤就能成长到宇宙级3阶4阶，比一次性吞下生命果实要好得多。生命果实最后的成交价是28609亿，比衍神兵便宜些，可也够夸张了。接下来的拍卖，一件件珍贵宝物现身，令罗峰只能流口水，因为口袋里已经没足够钱了。就算不买，看看也不错呀。罗峰微笑拿着拍卖令牌，看着令牌上显示的1000件物品，随意点击一件物品，观看其详细讯息。珍贵物品的详细讯息的确是让人大开眼界，令罗峰知道了许多宇宙中隐秘事情。当罗峰参加前无宇宙国最高盛会前无拍卖会时，弟弟罗华则是在自己的工作室中九星湾那别墅工作室内。真无聊啊。躺在椅子上，面前的办公桌上同时有着6台笔记本，每一笔记本屏幕上都开着一个网页，监控着他现在最重要的6个投资。玩了半天虚拟搏击游戏，又玩了半天虚拟枪战，没事干，真无聊啊。罗华躺在样子上，腿搁在桌子上。工作室其他人则是认认真真做自己的事情。作为金融投资家，悠闲起来可能连续10天半月乃至数月半年没一点事，而一旦行情来就会很繁忙了。老大 XPHF00089192279 突然出现超大买单，一名年轻女孩连喊道。哦，原本悠闲无比的罗华猛地坐直，一拉椅子就滑到了桌子前，死死盯着左侧第二台笔记本电脑屏幕，屏幕上显然显示超大买单。罗华咧嘴一笑，不怕你兴风作浪，就怕你死水一潭，机会来了。在这样投资上，罗华当初砸下的本金就达到 35%， 作为他这种大资金在一样投资上砸上这么多，算是超高配置了。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罗华有信心，从当初的7000亿宇宙币本钱2年来升到8000亿，赚的算很少了，可罗华一直没卖，他在等机会。
横的有多长，竖起来就有多高，就看谁的耐心高，希望这次是真行情。罗华犹如一头毒蛇，死死盯着屏幕。在宇宙的大投资行情上，别说他两万亿宇宙币的资本，就是四星级客户乃至五星级客户都得小心翼翼，因为遇事大的投资就容易出现一些金融大鳄，说不定就是某个宇宙国的投资部门，说不定就是宇宙星河银行、宇宙第一银行，或者是某些超级组织。一旦碰上那些大鳄，一不小心不但弄不到好处，自己都给玩死。三倍杠杆处于安全警戒线内，一组、两组、三组，盯住 XPHF00089192279。 老规矩，罗华喊道。是老大。一群地球上的年轻人们都激动无比。罗华做的这项投资交易周期是12小时为一次，每次交易持续4小时。老大，价格迅速拉升，已经上升 6% 了，出货不出货？等，罗华喝道。开始跌了，只剩下 5% 涨势，继续下跌。价格一旦波动起来，的确令人担心，因为一旦下跌1/3，以他们现在的三倍杠杆就会爆仓了，到时候7000亿宇宙币本金都会全部归零，血本无归。罗华面无表情，如毒蛇，默默盯着眼前屏幕。离收盘还有2分钟，暴涨开始猛地拉升。第一次交易周期上升 12%， 第二次交易周期上升 8%， 第三次交易周期下跌 6%， 第四次交易周期处于震荡，微微下跌 0%。 行情从之前的死水一潭完全进入兴风作浪中，就算是一些金融大鳄也丝毫不敢大意，因为如果玩得越大，一旦狂跌抛都抛不掉。真正的大资金和小资金处理起来，其实大资金想要翻番难度更大。第五次交易周期却是处于飙升直线拉升，一直到限制顶部15%，分批抛售 30% 存货。罗华冰冷下令，老大，现在行情很好啊，今天一直狂飙，就算很多小投资者明天也会疯狂，肯定有继续上升空间。顿时下面有人喊道，嘴上喊，可他们却是行动上不敢迟疑。老大的命令，你可以提出意见，但是必须执行，操作关键时刻晚上一会儿就可能损失惨重。一组抛售完毕，两组抛售完毕，三组抛售完毕。三名小组长高声喊道，坐在办公桌前的罗华露出一丝笑容，很好。第六次交易周期价格继续上升，似乎罗华抛售过早了。这笔投资上一共是7000亿本金，抛售 30% 存货就是2100亿本金，在三倍杠杆下今天继续上涨，我们一下子少赚了2-300亿宇宙币啊。那些年轻人们彼此悄声议论，可议论归议论，不过对罗华的命令却不敢有丝毫违抗。抛售 10% 存货，继续抛售 10% 存货。第七次交易周期罗华竟然进行了两次抛售，而这第七次交易周期一直处于上升行情。第八次交易周期刚开始上升，而后开始暴跌，最后直接封死在跌停上。第九次交易周期一开始继续下跌，买进 10% 存货，罗华下令。在上升下跌这种惊心动魄中，罗华却是做出一次次清晰指令，看似危险的购入指令可随着上涨也成了盈利。第十二次交易周期继续上涨，而后连续上升。在这过程中，罗华一直是在抛售，目标达到将剩余的一点存货全部卖掉。罗华下令。是。行情正在火爆期间，罗华手上存货已经全部抛掉。两年等待，半年布局，现在收割完毕。罗华露出笑容，不管下面会继续上涨多少，对罗华而言已经没意义，他需要的目标已经达到就够了。最后交割现金为 46810 亿，本金为7000亿，算是本金的6倍多。罗华很满意，合理的运用杠杆的确能赚超额收益，不过杠杆也容易导致爆仓，属于双刃剑。这一项投资接下来三个交易周期一直处于上升渠道，偶尔略微下跌，可整体上保持一种平缓上升，这令宇宙中无数投资者激动无比。而随着一次跌停，这项投资而后又接着连续三个跌停，因为被吓得全部狂抛，根本没人接盘，想抛都抛不掉，全部砸在手里。罗华见状摇头感叹，不知道多少人被爆仓逼得自杀啊。老大厉害。还是老大冷静。工作室中看到连续四个跌停都是冷汗淋淋，四个跌停每个 15% 跌下来只剩下最高价的一半了，而且短短四个周期也就2天时间，这种狂跌简直太要命了。有人赚有人亏，罗华摇摇头，会买的是高手，会卖的才是赢家，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成，别太贪婪。本来这笔我准备好有 20% 至 30% 来不及抛售的，没想到比我想的好。罗华下令道，好了，这个价可以建仓了，
在这价 1% 震荡区间内建仓1000亿，不使用杠杆，在惯性下这个价还会跌。明白。手下人立即开始建仓，明知下跌依旧建仓，明知上升依旧抛，看似蠢，可每次交易完毕才会发现这些指令的高明之处。冷静。罗华很清楚自己能够成功最主要原因是绝对的冷静，这是在幼年少年时代长期残废独自一人的抑郁下而形成的一种精神上的绝对冷静。冷静和时机捕捉，加上一些天赋，加上地球上一些投资文化，造就了罗华。哥，我这有42000亿现金。在第13个交易周期时，罗华就将这笔钱直接传给罗峰。钱屋拍卖会一般会持续10天左右，有时候略长，有时候略短一点。每一批1000件物品拍卖，持续3-6小时，长短不一。钱屋拍卖会的第10天，巨大的拍卖厅，百万王座上大量界主坐着，都看向中央的主持人。整整50批拍卖品，一共50000件，全部拍卖完毕。龟壳老者朗声笑道，现在就是到了本次拍卖会的最后的高潮，压轴100件物品的拍卖。这压轴拍卖，每件物品或是独一无二，或是无比珍贵，且每件物品拍卖底价一律为零。拍卖会的尾声，压轴拍卖即将开始。42000亿宇宙币。远处密密麻麻王座上，其中不起眼的一个王座上，罗峰一脸惊讶之色。罗华他信上说，这是利润，他本金没影响。10天前弟弟还没赚多少，一转头就赚了这么多，罗峰有些发懵。哈哈，罗峰，你弟弟的水准真的很高啊。就是我去操作都赶不上他。越是大资金想要赚就越难，其他大资金不会轻易让你吃肉的。佩服佩服。巴巴塔赞叹不已，有着4万多亿宇宙币压轴物品拍卖，或许你也能插上一手了。